好了，现在就可以住人了。现在放柜子吧，因为东西西北风比较多，蒙古包是东南向而设的，这与古代草原民族崇尚太阳的习俗有关。更多的是体现了草原人民适应大自然环境的智慧。这些柜子是我们用来放碗啦、筷子啦、放东西的。咱把货箱跟这炉子给接上。我们把烟筒装上去，穿过去，接在我们火箱上面。我们完事儿了，现在就生火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把桌子摆好，现在朋友们可以过来喝茶喝酒。